大家好，这里是对美东社，我是渊渊。咱们昨天晚上呢，终于把绝育的这个事情给做完了。从开始准备，就是想给农社的毛孩子做绝育，一直到现在，也准备了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给他，虽然说咱们这次做的是小贡献吧，也算是了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心愿。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是，里边卫生啊各方面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一直等陈院长。陈院长那边比较忙，他安排不出来时间。终于在昨天晚上，然后陈院长带着他的助手，昨天晚上咱们连夜把狗狗的绝育给做完了。狗狗现在虽然说他做的这个绝育也是属于这种微创吧，但毕竟是在身上动刀子的事情。我们像这个卫生包括营养还是得要跟得上，因为他吃的好一点嘛，才会伤口愈合的会快一点。卫生呢，我们也会就是打扫的要比平时的话要精细一些，防止这个细菌的感染嘛。崔院长呢也是不辞辛苦，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到咱们这边给咱们小二的毛孩子们做绝育，包括我们这边的光线呀环境各方面都是非常艰苦，但是陈院长还是非常顺利的把咱们小院要做绝育的这些小家伙手术进行完了。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嘛，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说了，就是在咱们抓狗的过程当中，由于小家伙他就是比较害怕太紧张了，可能也就是处于自我保护意识吧，把人家陈院长带过来那位小护士小姑娘的手给咬破了，而且咬的说实话还挺严重的。我们也感觉挺不好意思，说实话，人心都是肉长的嘛，看到那个小姑娘手咬的那么厉害，说实话我当时挺心疼的，因为它不是像平常的咬一个牙印两个牙印这样的，它是一下把它那块皮给它剪出来了。但是也不得不佩服陈院长他们。咬伤了之后呢，现在我们小院用清水加上那个肥皂给它清洗了一下，但是我发现那个伤口太厉害了，不去处理的话不太合适，然后我就带着陈院长和这位小姑娘到咱们区里边那个医院去给她看看。本来是想着缝针，然后就是看看到医院给她处理一下的，但是到了那边以后呢，大夫说像狗狗咬伤的这种情况没办法就是缝针，你给她缝了的话她只会更严重，我们就是打了针打了平常缝，回来之后继续把剩下没做的那几个全部都给做完了，真的要为那位小姑娘点赞，就是忍着疼痛也把这场手术给进行完。昨天陈院长做完手术走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然后他到家的时候给我发了那个信息嘛，发信息的时候都1点多才到家。这场绝育手术真是做的有点小意外吧。但是手术很顺利，咱们小院那几个小家伙做完了，我看一下精神头各方面都挺好的。昨天走的时候因为是猫猫他们先做的嘛，像猫猫已经可以正常喝水进食了，这会儿呢我打算给这几个毛孩子就做点有营养的给他们补一补，走，咱现在去准备试胎去。这，你看猫多厉害，这都已经从里边这个隔间里边爬出来，爬到走廊这里边来了。你怎么那么厉害的猫啊？你不疼啊，猫猫？啊？你怎么那么厉害的？这个冰箱它的冷冻效果挺好。你搁里边，这是之前咱们神思家人们买的这个。这个是小熊，然后里边还有我们这个
就是咱们链姐的店带的嘛，也是好心人给咱们小家伙开的。之前嘛给他们煮，我没舍得煮了的，还给小家伙留了很多，咱再次多煮点。嗯，一个小家伙给两个，咱是现在里边应该是有八个是吧？八个，十六个。嗯。不要解多呗，姐，解多得烧老大会儿。反正能摸到他们就行了，也好煮。咱这个火旺比之前。豆点，你这跟葡萄干又玩一块去了？白雪啊，你这天天都搁外边跑着玩，这个笼子叫你爬的明明白白的了，现在是管不住你了。还有公主，你都搁外边不都？这个肉小，肉块小，冻的没有那么，蒸的没有那么厉害。夏天，这是委屈了，那肯定是委要回了。你看，你看看，慢点，慢点，哎，慢点，夏天等会儿，我起来。木木，木木。哎哎，好好好，夏天好了，我起来，我起来，我内心受伤。嗯，这回有伤。对。哎。妈妈，人都没事，怎么都你能难受的？行了，好了，没事儿。以后这样还是个男子汉哈，别伤心了。不光你自己做绝育，你大哥黑豹他们也都绝育完了。就是的。就不光你自己啊，你怎么情绪那么大了？你陪人远一吗？我看看来。啊，到底这个手术做得好？嗯。一点都没变化。嗯。以前豆豆他们做完了，肿的跟鸡蛋一样。他疼的都不动了，都那几个都。这才最好。猫咱陪下远啊，夏天，你搁这啊，就瞧着了，等一会儿给你喷。没事。没事吧？都没事，我觉得，伤口小。好了。夏天，夏天。嗯，夏天你疼吗？你没觉着啊？戴上，省了你，防止你舔。那你万一不小心舔到了，那他们。再发炎了，你还回来还得那个。基本上他这个伤口愈合也都3到5天。对。啊，就也不用拆片嘛，昨天不刷了。引起之后都能那个了，都正常了，差不多。正常。嗯。5天，基本上。对对对。5天就行了。好好。野的来，野的来，野的来。来挤，快挤。差不多了吧？出的刚刚好。嗯，给这个单给妈妈上。嗯，这个给夏天，还给妈妈。妈，妈妈，来，夏天，这你的。是吧？不用钱啊。然后你的，来。能吃吧？能吃吧？带不上了，你帮我带你，还够我吃2天，这3天都能买下来，行，是吧？嗯。